第十六首《土耳其进行曲》。贝多芬的《土耳其进行曲》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古典进行曲。这首土耳其风格的进行曲是为1809年的六首变奏曲所写的。之后，在1811年，贝多芬将《土耳其进行曲》纳入戏剧《雅典的废墟》中。该剧于1812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所演。让我们欢迎演奏者刘汉荣、廖君浩。